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不三不四，不三不四喽。말해보겠습니다。不三不四，这한개성구인데요。不三不四뜻은별품없다。별품없다혹은이더저더아니다혹은너덜하다하는뜻으로쓰입니다。그럼아래이문장을읽어드리겠습니다。老张的家总来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可想而知，可想而知，老张不是个好东西。이건욕하는말입니다。好东西하는거。再听一遍，老张的家总来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可想而知。老张不是个好东西。여기에서东西는원래물건인데요，사람을욕할때하는막말로쓰입니다。好东西는전사람이아닐때不是个好东西，전사람이아니다하는뜻으로이해하면되겠습니다。전사람이아니다，不是个这个아니다，전사람이아니다。여기서可想而知，可想而知는생각해봐도알수있다는뜻으로서미루어알수있다혹은가히짐작할수있다이런뜻입니다。그럼老张장가지요장전연세가있는사람을老张합니다。그러면당신의집종들언제나하는뜻입니다。그러면那些그런부산부서그런너덜한사람들이그냥늘온다는뜻입니다。그러니까당신의집에는늘그런너덜한사람들이다니는데이당신은좋은사람같지않다고우리짐작할수있다이런뜻입니다。그리고우리부산부시로또많이 쓰이는 표현들로는说부산不是的话，이런말을많이쓰게됩니다。说不三不四的话，不是这个四字哈。里面说不三不四，说不三不四不四的话，그뜻은이것도저것도아닌말을너덜한말을한다는뜻입니다。정체모를말을한다。
성체모를 말을 한다 하는 뜻입니다. 好，最后呢，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遍。老张的家总来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可想而知，老张不是个好东西。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见。